大家好，这次我是来参加2023年 KOM Cycling 丁马顿脚车比赛。比赛赛事举办在伊波雪国立酒店，在酒店里开始踏上金马仑的路程，大约65km。一开始5公里都是直路，前方路段与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着，一直到新班布赖消防局，工作人员就会准备散开，脚车手就会开始加速，争夺 King of Mountain 的冠军。美军万雄的马甲。一开始我都是保持呼吸节奏去踩踏转速，到了圆明园路段，这条斜坡长达1公里，应该是整个路程最艰难的一段，我就从这里加快转速。你咋搞完？两人来，哥，把大车，这个大车 ，OK， 你干嘛？想要迷路 ？Hello， 呀，往这里那就不给吗？一路上。我都是自己一个人骑，过了圆明园，我跟着前面这位女车手，原本是想跟着她后尾帮我破风，临记得到了大概30公里，已经是没有力气骑上去了，骑到30km没力了，我两到一半了，不知骑得上了啊，30几km 已经是我极限了啊！而家剩翻慢慢踩住上了，我带唔带唔够 energy bar， 啊，先带一个啫。哇！我终于停落嚟开啦，终于好攰啊！爆开就爆咗，38km， 唔得休息下先啦。应该差唔多仲有20几km啊，带唔够我啲 energy bar，energy bar 带唔够啊，啲嘢补充嗰啲带唔够，而家慢慢骑啦，慢慢骑上去啦。抽筋啊，骑到呢度，脚车放低佢。啊！我叫救星啊！屌！唉，坐喺度录影啫，而家我好卵攰，唔好攰啊！屎忽痛啊！左边嘅屎忽痛啊！你冇计。OK。啊，哪里啊？你是？冰城。冰城啊？啊。哎呀，我金马仑的。哦，金马仑。啊，金马仑人。还有15km 嘛？15km 嘛？是吧？我不懂哦。
又停啊，嚟睇下风景先。哇，终于有嘢食啊！终于有嘢食啊！冇错，呀，要先。啊，仲有最尾十公里啊！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入紧隧道啊！这次赛事是我第一次参加。圆满结束啦，终于到位啦，我完赛时间用了四个小时，有点失望，不是自己想要的成绩，下次要多加练习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K 了，终于完赛了。Okay, 明年见啦，依个系我今年2023年最尾一场赛事啊！洪亮 Max，sorry， 洪亮 1253， 洪亮。得啦，我哋明年见啦，拜拜。